近日，韩国某综艺请到了邱慈炫和于晓光作为出演嘉宾。节目中，于晓光问老婆邱慈炫想过结婚以后的生活吗？邱慈炫表示想过，但是真的没想到我会嫁给中国人，并表示这一切都是缘分的安排。而于晓光也感慨没想过自己会和韩国人结婚。邱慈炫有点急了，立马切换回韩语，警告于晓光不要出轨，问他如果出轨的话后果会怎样。结果于晓光用特别地道的韩语调侃道：“我死你也死。”搞笑回复也逗乐了邱慈炫，这两口子的互动也是 real 搞笑。逗完老婆后，于晓光又大声告白结婚很好，邱慈炫在一旁听了也偷乐。韩国演员邱慈炫、中国演员于晓光共同出演 SBS 综艺节目《同床异梦二：你是我的命运》。在首期节目中，邱慈炫、于晓光结婚证公开，画面中显示二人领证时间为1月18号。2015年9月，邱慈炫的微博公开恋情。邱慈炫曾谈到于晓光如何打动他的心，甜蜜直呼男友非常贴心，所以令他决定与对方互许终生，强调不是因为年纪到了，而是因为他是对的人。韩国女星邱慈炫已与中国男星于晓光结婚，正式晋升为中国媳妇儿。